我觉得亚纶已经不帅了。他是圣诞节礼物吧？ 我们台城那里温馨的耶诞 party 来喽！今天将有餐饮进餐可爱的民众们，带着捡拾的垃圾来交换礼物，换得美味餐点。哇，我们的小帮手，男神，好帅哦，好开心。Yappy，这小女生还是好开心。 我刚刚差一个人在，害羞啊！你觉得不好夸张？我只要呼吸同一个空气就好。浩哥，悠悠比你帅哎！现在在我眼中，我觉得亚纶已经不帅了。他是圣诞节礼物吧？